从台湾来。我在 LVCC 学习了三个 term 的时间，大概有九个月，一个月一个学期三个月，我总共学习了春夏秋。是我认为来 LVCC 是我在俄勒冈学习的过程中最好的选择，很不错，这边的学习的系统非常好。我的主修是 biological science， 这个是生物科技。我在这两年制的 LGC 学完之后，我计划 transfer 到Oregon State University， 也就是奥勒冈州立大学。这边的老师都非常友善，学生也都非常努力学习，然后有，尤其是假如有不懂的地方，问老师还有同学的时候，他们都不会，他们不会不回答。Learning Center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系统或者是一个措施。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可以直接到里面，然后找Math、Science 或者是 Writing， 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他们。